嗨，我是莹。嗨，我是 Pola。哎，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今天要吃泡面。泡面，其实四种口味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研究一下，它全部都是豚骨拉面。哦，全部都是豚骨拉面。但是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哦。好，像这个，它是丸太鹿儿岛的豚骨拉面。对，是鹿儿岛的。然后这个呢，是丸太高菜豚骨拉面。然后这是丸太熊本豚骨拉面，然后这个是丸太的博多豚骨拉面。好，所以这我们就是要来挑战，对，来吃吃看每个地方不一样的豚骨拉面，对，他们的浓郁度还是之类的。赶快打开看。哎，你看它每一个包装，不知道跟地名有没有关系，然后颜色，对啊，颜色都不一样。虽然都是豚骨拉面，但是不知道到底吃起来是怎么样。而且我发现它这个。有一些是三分钟，这只要两分钟哎、欸。对啊，这只要放两分钟哎、欸。不知道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开看吧。第一个是鹿儿岛的，它里面有面，两包粉，还有一包调味料。再来这个高丽的，哦，它比较不一样哎、欸，一打开就看到它里面有玉米，然后也是两包粉，两包酱。还有一个油，然后放开熊本的一包粉，一包油，没了，没了哎。好，这是博多的，哦，掉很多，三包调味料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先把调料全部都放在里面去好了。好，好，再加热水。Action， 这个调味包是油哎，然后粉红色的那包，还有粉末。它这葱很多，再来换高菜的，有玉米的那包，它有酸菜耶，哎，所以高菜是酸菜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可是这样看感觉是哦，因为它这外包装写星子高菜，对啊，它这边上面写星子高菜，哦，这是油，这是油，好，没关系，好香哦，麻油味哦的感觉，真的，好，再来熊本的粉末，好。然后油哦，它这感觉比较重咸哦，比较浓稠哈、哦。再来是博多的第一包粉，第二包全部都葱，第三个调味油，好啦，完成，四个调味料全部都加进去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只要倒入热水，小心哦，倒到那个线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好，好。等待三分钟，这个换高菜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是酸菜，对啊，好特别哦，酸菜好浓啊，好换熊本的，应该都是豚骨，应该都是很浓郁的那一种吧，感觉应该是，而且感觉我们水没有倒很多，因为它那条线蛮中间的，对啊，蛮不多，看这个博多的 ，OK， 现在就等待，好，哎、欸，你比较期待哪一个？我比较期待这一个吧，那是什么？博多的，博多的，嗯，哦，专业哦，博多的拉面很有名，真的、哦，嗯，可是我比较期待这个高菜吗？而且它是真的看让人看到酸菜，对，它我就是期待它的酸菜，哎、啊欸，它真的都没有骗人，对啊，而且因为你像它都没画肉。在里面真的没肉。对，我们等完两分钟与三分钟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来打开它。这个是鹿儿的，很多高丽菜的。哦，好香哦！天哪、啊嗯！再来换高菜的。哇塞，满满的酸菜耶！真的。还有玉米。好，换我。这个是熊本的，黑黑的耶。我觉得它的汤比较黑耶。不知道喝起来是什么味道。对啊，好，来换这个博多的。哦，这感觉比较轻哦。对啊，你那个好像比较清淡。天哪、啊，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葱都很多。哦，对，他都葱都超多的。好，我们先从吃这个好了，博多的吗？博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夹吃。博多的豚骨拉面如何？就是豚骨味道，而且是就是我们一般在吃拉面那种豚骨味道。好，我来吃喽。咸咸，嗯，咸咸的。我们来喝喝看汤好了。好，我们来喝汤，因为我觉得泡面的汤汁你知道，
重点是吗？对，因为面就是很少。哎、欸，它有芝麻哎、欸，嗯，好喝，嗯，好喝，真的好喝，而且很浓郁。那就真的像那个的味，豚骨面的味道，这样比较浓郁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好喝，我们再换下一个吧。好，熊本，这感觉应该不错吃。哦，它真的闻起来就不一样哎、欸，这是辣辣的吗？黑胡椒味吗？不知道，我们来吃看看。是胡椒味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个真的味，这味道比上一个重哎、欸。重很多，看好特别哦！熊本的豚骨拉面原来是这样子啊，嗯，就是胡椒味很浓的。我们来看喝喝看汤，而且真的颜色就有差，你看黑黑的，哇，哎、哦欸，这比跟这个更浓哎，更上一层楼，差好多、哦。他们这些葱啊，其实都没有葱味，嗯，可能是因为它的汤真的太浓郁。好，我们来换下一个吧，高丽的高菜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它不是酸菜，它是。海带，对海带的味道，哎，你不觉得吗？应该是酸菜吧，我觉得。哎，可是刚刚真的，一吃进去真的有很浓的那个，哎，就是咸咸，因为它是咸的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是海带味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我要来喝汤哦。哎呦，这颜色又不一样，酸菜味，但是它比较没有那么咸。可是我觉得它的油比较浓，哎，因为它每一个都有芝麻。嗯，你有发现吗？它都有白芝麻。对，它都有白芝麻。我要吃它的酸菜。哦，天哪，好浓哦，超浓的酸菜味，而且好咸哦，看起来算是很够味哦。我们还是吃下一个吧。好，最后一个鹿儿岛的，它这个就是、感觉就是有点像博多的加强版。哦，我也觉得，因为它汤好像比较，它汤好像比较深，对，它一点。嗨，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。对，应该是，我们来吃看看，味道不一样哎。它泡面味好重，嗯，所以它是原味的关系，所以泡面比较重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喝喝看汤，汤是最准的。为什么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蛮深的？对啊，这颜色就感觉加强版那种。哎，它有个好特别的味道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鹿儿岛的，就是有点像蔬菜泡面的感觉。哦、嗯，因为它的菜真的特别多，它菜特别多，它的菜真的很多啊，而且油葱又特别多。对啊。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这四个都好吃哎，而且讲认真的，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豚骨拉面可以分这么多种，对，分那么多种，而且真的不一样味道、哦，你真的一吃你就觉得是不一样的味道。如果啊，把这个有没有都遮起来，嗯，然后要你猜，其实很容易，因为这就是胡椒味，对，就是一般的盐味，盐味的拉面，嗯，然后这就是很重酸菜，只要是酸菜就知道是高菜，就知道是高菜。哎、欸，我想，我觉得这很好吃。你说高菜，如果是只能选一碗的话吗？对，如果选一碗的话，我会选高菜。我会选熊本的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味道够味，味道比较浓。对，因为像这个，就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外面吃的，你就会觉得还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会想要去尝试它。然后可是这种真的就吃不到、啊。这种都吃不到，就是在外面吃不到，除非你去那边吃啦。我是泡面类，如果以泡面的话，然后这个也还蛮一般的、嗯，就是我们一般吃泡面的那个就会吃到那个味道，因为其实它泡面还蛮重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要继续吃喽。开动，我选这个高菜的，我选熊本的。那我们吃完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